娱乐圈有很多的模范夫妻，他们的爱情让大众羡慕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明星夫妻就是刘嘉玲和梁朝伟。对于这两个人，大家一定不陌生吧？刘嘉玲在娱乐圈可以说是相当有地位了，而梁朝伟相对于来说就比较低调了。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一直被大众津津乐道，尽管之前两人的感情出现过危机，但是刘嘉玲却理智面对，这让大家不得不佩服刘嘉玲的高情商。如今的梁朝伟对妻子刘嘉玲宠爱有加，刘嘉玲也是相当幸福了。最近的刘嘉玲和谢依霖、奚梦瑶参加节目录制，奚梦瑶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计划，刘嘉玲也说现在开始考虑自己的后半生了，因为自己年纪大了，现在感觉干什么都力不从心了。她还说自己最害怕的就是会得老年痴呆。刘嘉玲说好多人到了这个年龄都会得老年痴呆，现在感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这些都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其实作为娱乐圈的明星，他们比我们普通人付出的更多，祝福他们吧。